这位小伙子说了，这么多年了，他从来都没有主动追过女生，都是被倒追的。他今天打算真正的追一把女孩，感受一下。来，掌声有请。全场热烈。大家好，我叫李铁，今年29岁，来自辽宁开原。我的爱情宣言是：普通的人，善良的心，如若有缘牵着手，就会永远陪你走。啊、来，先看一下这六个姑娘对谁的感觉最好。场上十六个姑娘对小伙子的感觉怎么样？来自辽宁的李铁。请选择。接下来分你的感觉，最少那一盏灯。先来看小伙子一个表情。我叫李铁，今年29岁。现在是一名沙盘建造师，一年能挣5万左右。我家里呢还有3亩多地，一年呢能收入1000左右。可以说我长得高，也可以说我长得瘦，但是不能说我长得帅，不能说我长得帅，不能说我长得帅。我特别讨厌别人说我长得帅，尤其是女孩。我特别会过日子，也比较节俭，每个月花200左右。虽然我很节俭，但我对媳妇绝对是大方。我是一个特别没有安全感的人。年轻的时候走进闯北，遇到很多骗子，这让我对别人越来越不信任，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，自己也变得比较孤独。我现在还没有对象，所以我总是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逛街，一个人唱歌。我希望有个人能陪我一起，不再让我一个人。来，7号3胖。你好小伙，那个你不喜欢别人说你帅是不是？对。那我今天就是想夸夸你，真的长得很帅呀。我可能跟别人不一样，如果说你说别人帅呢，他会觉得很高兴，但是别人要是说我帅呢，我就觉得有点虚伪，我不是很喜欢这样的。你是因为你自己本身长得特别帅，所以你就不喜欢别人说你长得帅是不是？如果说亲朋好友的话呢，说我长得帅我还是可以接受的，但是呢尤其是陌生的人，比如说跟你擦肩而过呀，这样的人我是非常反感的。就像三胖说你帅，你心里真实的感受是什么？真实的没感觉，没感觉。就是这人帅的被人说帅已经说的麻木了。你知道有人说老王哥帅，你妈高兴一点，你听不听有人说我帅啊？你没听见吗？这个属于典型的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。对对对对对，你这个词儿最准确。长这么帅还特反感说别人说你帅，你说真是一种显摆心理。我觉得目的，首先目的就不纯，说你帅目的都不纯。对，目的我觉得就不纯。你说的帅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的目的其实特别喜欢他，刚才就是夸他帅也只是对他的一种肯定，但是他说我夸他帅他没感觉，我这个心一下子就凉了下来，所以我就把灯给灭了。我觉得这个因人而异吧，如果说我也不喜欢的东西你强加给我，我也是不喜欢。那我觉得说一些比较喜欢的人给他们听会比较好，比如说王哥，你多夸他2句，那他非常高兴。别说2句了，你就算夸200句王哥也不会当真的。十号帅哥，小伙你哪长那么帅呢，牙齐刷的，眼睛那么有神，还穿的那么板正，一双小球鞋，蓝色小衬衫，深蓝色的小裤子，小腿溜直的。你咋那么帅呢？快说心里的感受，心里的感受。还行吧，还行吧，还行吧。真的长得很帅呀、啊。没感觉。你咋那么帅呢？快说心里的感受。还行吧。来，9号吕云子。我刚刚是想说是那种东北纯爷们儿，但是他爷们儿都不粗，就是那种很沉稳的，我喜欢。我
说吕云子刚才举手看完周哥之后把手放下了，他怕周哥揍他，是吧？对，啊、他太强势，我怕他抢我的。立马变成了竞争关系。是，那印子你有多喜欢？你说你有多喜欢？就是看上去比较，就东北话就是稳当。稳当。对、啊、稳当，然后也不粗鲁，有的哎一上来装一下，那没有那种感觉，那感觉挺好的，要想再了解一下。这个说的对，这个我挺爱听，这个我挺爱听。这长得很帅啊，没感觉，这个不太爱听，这我爱听。燕姐，我得为我自己反驳一下，你说小伙咱我们之前也没见过，今天就是上台刚上台是吧？我是夸他帅，只是我们第一印象我说他帅，不代表我不走心，不代表我只看你的外表，这一点我要为自己澄清一下。啊，对，我三妈我知道，我给你分析一下你们三个是递进。你刚才描述小伙帅，就脸，那个周哥从上到下全夸一趟啊，人家刘云子咔说一下内心，你看人是最聪明的，对吧？一层比一层高。事实告诉我们，夸人得夸到点儿上。对对对，哈、啊，还差一点点，还有更高的吗？来，二号王雪儿，小伙儿，我有个好办法帮你解决一下你这个烦恼，你就是烧盆开水，咔往脸上一泼，就是从此你以后就是耳根清净了，再也没人说你帅了。完了，奔你去的都是真爱。如果说我真是那样的，你会接受我吗？那你这不可你心了吗？可我心，我光棍了吗？你就挺难答罪呀、啊，不能听他们的建议。我跟你说，有的人都是馊主意。因为之前谈感情也都是说你长得帅，然后我要跟你处对象，但后来基本上都没有，都分了。小伙可以理解一下吗？你的烦恼就是有些人只注重你的外表，而走的不是心，所以说你讨厌别的女生跟你说你长得帅呀、啊，怎么怎么的，是这样吗？确实是这样的。行，那我就走走心，停一会儿你，完你也走走心。我谢谢你，你的想法挺好，真的。